第一感觉还挺好，长挺好看的。屏幕大，特别大，好大呀，屏幕好大，太大了吧，这么大。有时候女生有指甲嘛，特别长，就那特别小就按不到，大屏应该感觉不错，然后应该是拍照什么的感觉看得也会比较清楚。看股票的话会更清晰一点，因为小屏的话它把这个图片这个屏幕分割了很多块，那个屏幕小确实看得不太清楚。看这个 K 线图的时候特别方便，可以照相的时候这样自拍的时候可以挡脸，倒是挺实用的。我经常用那个邮箱收一些邮件，然后就是里边 Word Excel， 这大屏肯定展示的东西更多嘛。就是看电影的时候也好一点，重量可以，重量还挺轻的。我经常用滴滴，所以滴滴上面如果是界面比较多的时候，你看到的东西比较少，是吗？所以如果大屏的话，那可能你能看到的东西比较多。啊，导航我认为就是在开车的过程中，因为手机屏幕小，然后导致看的也不是很清楚。如果它屏幕很大，然后就我们的路线也会很大，然后字体也会很大，我会看得更清楚一些。还是大一点好，看得比较清楚。手机屏幕小一点的话，看什么东西比较怎么说就费眼睛吧。从这么看，屏幕的细腻度好像比我的苹果还要好。之前我看我同事也用特别大屏的手机，但是用起来看着比较蠢，但是我觉得这一版手机用的看着感觉还挺好。手拿着比较舒服，这个倒角已经是很舒服，完全不硌手。我现在的要求就是这个手机搁在兜里，我能上下车。其实这感觉还好，重量可以接受，手感还行，挺薄的。我就是感觉有点大，但是也还可以，但比我的手机轻很多，而且很薄。这个都没有问题，放到口袋里的是吧？也还行，放兜里我的牛仔裤是 OK 的。放在兜里什么都太不方便了，感觉。你试一下，是不是有？这也还行。